高卢奇讲，我准备高铁，今年弄我应要走高速，哎，等到高铁等于要挤上。但是头都都都，如果两条路线上再有高都都，我都去了，高啥子头痛的。要你只望就各走铁路走铁道，无领导走呗，也就别去到到，别去包，别去过，也别去屋里家铁道走路都还点，别要叫人高。只望就头高半辈个辈，这到到天辈我到，得内容容，我。个我准备，他个八百，个百包一点，只要百我用，也百点子。但是，不要讲成百个我用，讲成真正嘛就老多年弄我用。要你百叫我成个，百下也个我用，一天配行百成个。他讲八百的话呢，那个当然我百我知道准备。六十的时候，带头工人，让他背着职业所都上各个路买，哎呢，我就，他完全从工人做起来。
我说耶稣靠不怕的被做足够的这份人家站的被人看过我这看到他给这么严重感到感到被人有理解的中的老被他看都被人放心那些在朝廷是不少爱嘛你要投币吗？我这边。